唔管是汽车或是摩托车、飞机、动车，越境拢是非常危险嘅交通违法行为，必须警觉杜绝。查明查，交警部门就到市区东河路、海滨路等路段开展行动，重点查处越境及无地头盔等违法行为，并通过巡逻及喊话嘅方式，对违法行为人进行双重教育。号牌尾号7的红色小汽车，起亚小汽车，请你立即驶离非机动车道。你好，红色起亚小汽车，请你立即驶离非机动车道。这里是不能乱停的，非机动车道。昨暝早，市交警支队双塘区嘅民警吴玲坐上巡逻车，一边巡逻一边用喊话器通知违法乱停嘅车主将车辆驶离。违停嘅起亚小汽车后面就驶离。当这只白色的小汽车拍到双闪，车顶里无人，吴玲一时落车，等到附近一个便利店找到了车主。这边是能停车的吗？不能停车，赶快驶离哈！下次记得。随后，巡逻车去到海滨路，海滨路属严管路，但各类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依然众多，不少电动自行车拢开到了机动车道上。前面戴黄色头盔、穿白色衣服的大哥，你的电动自行车要开到步道上的非机动车道是了，对的，以后记得不要开到下面机动车道上哦。有出骑行者明明有头盔，却无爱提起去。你好，把你的蓝色头盔戴起来。我们的头盔不是摆设，不要戴在自行车上，要我们戴起来卡扣扣好，保护好我们的头部。记好了哈，下次记得哦。记得头盔一定要戴好，好吗？注意安全出行。民警指出，当事故发生时，换上头盔可以大大减轻撞击力。为了换上，骑车出行应该正确佩戴头盔。粉色风衣的小姐姐，你的安全头盔呢？小姐姐，听到我在叫你吗？你的安全头盔呢？停下来，把安全头盔戴上，好不好？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靠边停下来。我们有安全头盔的，把头盔戴上，保证我们头部的安全。大部分交通参与者听到喊话，拢能够自觉把头盔提起去，或者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巡逻喊话的方式，能够及时的纠正路面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时提醒引导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规则意识。随后，吴玲嘅同事又来到东河南路，开展双趟甲车速行动。该路段有不少摩托车、非机动车为了方便，硬件开上步道，拢被民警一一劝防。一名男子开摩托车硬件，又突然到路边当掉头，横穿不顾横穿。这位阿姨搭坐六车硬件，被民警抓落来批评教育。那就去他们这交的口过，帮白抓过了。然后摩托他们改去逆行，我老在逆行，那主要甲你甲当前个车，当方向又会发生事故，无法是乐，你又无低头盔，滑落，受伤怎嘛？就许摆顺向，顺向打到偏头条卡车道，你再搞单子，哈？啊，长久要忘记。就许摆顺向个，顺向个打过来，莫逆行。一名男子唔断逆行，坐落车个刹车花有问题。乐一路拉已经会惊了，乐顶半也是会惊，知道吧？好好，我知。你乐个搭本身就是我床以防，你会惊，你再惊我床，我感觉起来十五点钟。没再起来，你根本十五点啊！我就想啊，开始你这关注用帮助，就是对唔住哈，再下次要注意啊。交警部门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任何时候拢爱保持良好嘅出行习惯，不管路天有着紧，拢爱记得遵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为家己甲他人嘅安全负责。只要我们启动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第一时间就要把这个安全头盔给佩戴好，真正保护我们的头部的一个安全。希望广大的电动自行车的驾乘人员，我们出行一定要记得按道行驶，在我们的非机动车道上行驶，不要在机动车道上随意的穿插行驶，不与汽车抢道。早知，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做好省外来黄山火车司机目前防控工作的通告，
要求对所有从省外来黄山火车司机落实执行了目清防控措施。正直部保证话此目清防控工作及运输安全。通告要求所有省外来黄山火车司机及时性能源到来黄山站需提前入室小息，向目的地站入场所主动报备车辆车牌号、改为抵山时间、更及时日离开时，以及传播市省能源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等情况。上述信息由站入场所向属地村、社区三人小组报告。东郊方向和发生目前地区所到城市来往山界火车司机及市省能源，应提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来往山，抵山后应同一时间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请所有省外来往山火车司机配合完成大瓦市高速公路出口、站入场所等餐饮店的膳食餐饮及登记工作，服从行政工作人员的指挥，无需开展相关工作。健康码、红码或行程卡带车号的省外来往山火车司机，请严格执行瓦市相关健康管理要求。所有省外来往山火车司机到山期间，如出现发热、咳嗽、流鼻等不适症状，应做好个人防护。同一时间向站入场所报告，站入场所应及时向所属村、社区三人小组报告，并按要求请假就正排车。近日，记者到市省会物流有限公司台交，工作人员仔细检查火车司机的健康码、行程卡、变化信息等，并对司机测温、对车辆消毒。首先收集到我们上头车辆的信息以及驾驶员的信息，然后做好统一的登记，然后提前让到上的驾驶员提前把健康码以及行程码还有核酸的报告发到我们对应的业务人员手上，然后我们统一登记，登记完以后然后汇报上报给我们当地的居委以及运管中心，然后到上的驾驶员以后，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做消杀，督促驾驶员到上做一次核酸检测，然后再到我们的驾驶员休息室休息，避免外出交叉感染。在发车之前，我们也是同步会发到对应的公司，让对应的公司做登记。受目前影响，目前省会物流沙滩网点通往上海、泉州等城市的任务已经暂停，但与武汉、福州、杭州、温州、广州、深圳等国内主要城市仍有货物往来。每日有10多架火车到此装卸货柜，火车司机来往频繁。公司将严格按照通告要求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确保运输安全。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更加严格的要求，目前的防控形势下的话比其他的什么都会重要，所以说我们在统计登记消杀工作这一方面现在目前都是提上了最前线的议程。近日，一只白色小轿车到行驶到市区行道路的时候碰撞其他车辆，发生大慌，同时车辆冒烟，驾驶员直到被困，辅警群情紧张，立即上前相助，小护驾驶员脱困。现场视频显示，一只白色小汽车横倒到路顶，车身冒着浓烟，辅警赶命群众快速上前撤退。据介绍，事发时间为4:00至3:00，地点到市区行道路11号辅警，当时驾驶员被困车内，情况危命，望以车辆起火，后果不堪设想。较温暖袂紧张，较摇到来都无得坐得袂紧张咯。顶摆你讲用点毛起来，啊，可能路口尾都紧张啊。因事发突然，交警甲救援人员尚未赶到，附近群众担心驾驶员会晕眩，便迅速设法施救。有错上来停，有界上来跟车，有界上来拍开车门锁。最终，群众将副驾驶室的车门拍开，驾驶员顺利爬出来。只好家出来烧嘞，有人无论从哪只车翻，我都快无有人了。那啥开了，救伊出来了，然后来，我是就是烧，家车门是我好该开啊的，等我那方开后伊就变出来。获救驾驶员是一名后生男子，并无大碍。据附近群众介绍，车辆横倒在撞着了其他车辆，怀疑是驾驶员操作不当所致。只车撞你，你懵了。好大人嘛，挂只车拢叫。我一点开来了，就撞了就掉。我也被咩哩做死一死，可能都是撞去啊，就你了。一只撞就只紧张了，方向上较大力嘛，到只车摇嘛。目前事故嘅具体情况仲有待警察部调查。附近群众也提醒，
大家能开车走路，务必小心更新。中央人电能时对二月一桥不通，当今年初，伊听当乡电某打，到网顶抢话，就可以轻松赚到钱，于是就加入一个话空。这样子，电能时材料挂网硬去抢话后，唔但无赚到钱，连电某也联系唔到。电能时就怀疑家己帮伊光老去。电能时打，今年二月，伊听当乡电某打，只个加入话空。到空内底硬钱抢话，听到抢到的话升得了，再转手背出去，就可以轻松赚到差价。至于如何转手，由电脑操作就可以了。伊若叫我去抢话，伊那钱生钱是做个虚拟话，伊就拍个亮字，了就那么多话量就转个钱去，如果抢伊那房子，你就顾着买我谈，伊那咧爱就爱，买就伊就好，就来叫人背去。就这样，电能师按电脑的指导注册了电号，最后用了800元。到电脑提供的链接当抢话，一开始听到家己抢来的话，点点升得，电能师非常欢喜。这样子，当伊开始爱叫电脑将这撮话转手背出去的时候，电脑却表示需要电能师家己找背的。抢挂这个，什么都落去了，一落去我那喊拿着叫人来背回的，要叫人那个拖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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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伊当话。个跑脚做开往路行无，叫人来拖人来买我弄，哈那是咱人家个个朋友，你做你咩？你弄买你去做你咩啊？伊那路离有通钱，叫路离乡做咩个？事先交流一步，电能师怀疑家己上了当。日子个时候，电能师这种硬来抢话个电话已经拍唔开了，伊想要找电某也好恶。伊就平台就拍你开，当时我个电话白，我就拍白你开啊，就伊就无联系，伊包伊向买个微信又下拉掉。电话无回，微信无回，你都找无人了。电能师了解到，甲伊有同样情况的人看不少，伊就怀疑家己是遭误了抢话骗局。二十人，初人就该就10万，或者17万，或者20万，干嘛千万债就掉，就掉，小就再几百万就掉。目前，电能师等人已经报了警，伊人希望警方能够尽快查明情况，帮助伊人挽回损失。也提醒其他人，卖轻信此类轻松贪钱嘅骗人把戏。家家靠个理论，用车靠，用车靠，希望啦有光无门，出咩就慢慢地来消费，那来跳车去大家人会，或者那自出咩平台都受骗人就对。有市民反映，到市区山江东沙路口，一处隔离人经常帮车辆撞到，冲到挖床银行，希望有光部门加以优惠调整。前面黄杨街隔离人位于山江路南往北过东山路之后街副路上，属于机会隔离人。附近市民答，伊人经常拖着摩托车撞着隔离人。在昨日，自两只摩托车先后撞着隔离人，导致车辆有不当程度损坏，好的驾驶员并无大碍。而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昨日中间开只类似小车了撞后。架车当入去，一个人摩托也是自己用重力挪刹车，尾后来啪的叫，然后就出来推，那就什么要撞的就啊。我们是经常看到这个小车啊，或者摩托车是拐弯的地方，就经常撞到这个栏杆，经常是一天最少有一起。有市民表示，车辆经常到这个撞到隔离栏。可能因为车辆加多，路况复杂，且路桥、电线杆等对视线有一定影响，造成个。伊人做希望光部门能对隔离人增加优惠设备，增加安全标识。据我们这么分析的话，哈，这个栏杆应该的视线的哈，你的骑得快的时候就会撞到这个部位嘛，真的很危险的。前天一天早上那个女的撞到那个脚就出血，她坐在我这个店门口。应该咧无飘色吧？你上最少没一个飘色哦。那反光咩能吹掉去了咩？无咩工人不光装光过来，又是陈台波啊。如果无崩台，在你同时啊，你处理咪一个飘色卡咪个哦，防止只市民啊咪来一过，就难个撞掉。张默报出在记者刘国九采访后回顾，武光方面迅速行动，高张安装了指示牌甲反光警示杆，提醒交通参与者安全通行。市民沈先生到市区林北乡会堂中心火警上班，
早一讲，伊无意间发现会场中心停车场有两个身影不停地飞来飞去，后来才发现伊两路不断地拉车门，行迹有点可疑。沈先生答：早一讲我点过，两个后生仔假成一只共享电单车，不停地到停车场内底飞来飞去，原本以为无咩解，后来发现伊两不断拉车门，行为实在可疑。以为是家长让他们来车里面拿东西，一开始就看到他们试图去开一部奥迪的车门，去拉那个车门，结果没拉开。后续呢就看到他们一直在这停车场里面转，试图就寻找那些没上锁的车，可能是打算盗窃车里面的东西吧。转了很多圈，前前后后大概拉了有十多部车吧。沈先生答：会场中心停车场是间公共停车场，目前无收费。人员出入自由，后来有安保人员发现真多个后生仔都来对开电动车，为了伊两个挖窗，就让伊两离开。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分钟，最终呢是刚好那个保安发现两个小孩在里面骑自行车，所以驱赶他们离开。沈先生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防盗，开动财物卖碰到车来。首先一方面，车主还是自己不要把那些贵重的物品放在车内吧。其实车辆上锁后，还是自己要再确定一下，拉一下车门，看看是否真的已经上锁，确保不会被别人打开。2022年12月21号凌晨，前面阿凤经过另外昆明滨路的时候，遭我车滑，导致全线多处骨折，处于昏迷状态。目前事故的具体情况仍在警察部处理中，但高安的治疗反应让阿凤一家陷入了困境，急需社会相助。阿凤的白千搭，当日凌晨3:30，前面阿凤步行经过迎宾路，遭遇汽车碰撞，导致全线多处骨折，昏迷不醒。这事故发生后，肇事驾驶员紧张汽车逃离现场。惊小客人撞破啊，或者小人汽车逃走，热心人啊，小发现了就报警的，我停到伊门只六七点才会知。后来阿凤被辅警的好心人发现，并送到辅警医院抢救。由于伤势重，阿凤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到医院接受救治。状态上就是他们就无意识，就是脑外蒙呆嘛，容易有目标吹好啊，撞击物件吼，即正在治疗。据了解，事发后肇事驾驶员被警方刑事拘留，交警部门也及时为阿凤申请了5万元的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自阿凤的白清单，根据交警部门的认定，肇事驾驶员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到目前对方仅支付了部分费用，阿凤拒下的治疗费已经让伊难来陷入了困境。费用将就负责问伊，佢病房我就一个恶打事多，对方也是刑事拘留我停，我也是现在就出几十万话话，伊能其他一出十万不了，吃碗也将个房落。据阿凤的父亲介绍，事故的具体情况仍在警察部处理中。自阿凤的后叔治疗发出高昂的呼应，伊人来已经向亲友接约交回血，实在是无力支撑。目前已发起网络征求，也希望社会热心人能伸出援手，小会能渡过难关。所以求助于社会，我就先当个帮助嘛，叫咪好将个生命好将养缩落去。近日网顶流传一段视频，内容为山东菏泽景城县凤凰镇志愿者掠夺一名目前期间私自外出的居民，并且推将该剃头。对此，当地回应：网传视频是关系密切的私家人摆拍的恶搞视频。有舆论就指出，目前防控摸起来神粗鄙。视频当个大波，半寡个人热躲躲避，听见剃了阴阳头。剃头的人边剃头话边打，叫你爱出去，你硬爱出去。随后，居民私自外出被志愿者剃头的事件引发震怒，黑面上了媒拍热销，甚至被认为是直错地方荒漠政策的战争结尾，致使直错人乱作威，影响极坏。不过，有网友出于公心考虑，对这段视频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开始扯谎求证。夸张，根据视频主影响世界抖音账号确认，该账号发布了诺个剃头视频，这个就是网顶广为流通的阴阳头视频。
这个是能一个人拍的好好潮视频。不再该抖音和已经落的剃头视频上的热登的政府的媒体跳车熬夜证实民团革命狮子挂出的剃头的视频是世界光天密切的人摆拍的恶搞视频。不过之前的恶搞视频已扰乱了正常的房屋特殊到网上混淆视听。目前警方已对视频摄制者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对定包陈江宝和陈江宝违规发放红袖扣，当地政府也接不了通报批评。造成恶劣影响的恶搞视频仅仅是批评教育，这个处理结果引发较大的争议。有人答作为老百姓，只要不是恶意，无相人往朝三方拢能接受，这也无咩大不了的。因此更多的人则认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到目前防控时期恶搞视频无论是否恶意，其传播力巨大，客观上已提高造谣诋毁抗目形象的恶果，最起码也该行政拘留以儆效尤。